您是不是忙于让你的孩子独立地完成家务？提供仔细的阐述来解释怎样完成任务会帮助你的孩子更加独立。首先，写上所有需要的步骤来完成具体的家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那些步骤也说明。第二，回顾步骤，然后教孩子用清单或图片日程表。第三，如果孩子使用清单，独立地完成更多的步骤，请夸奖孩子。第四，当你的孩子做得非常好，逐渐地鼓励少用清单。请记住，随着孩子的年龄和能力，要修改步骤和细节。好吧，谢谢观赏。